Thank you.
计划被东京市场的命令所有国参加，为了要跟我们未来的竞价结盟成为室友，哎，是不是持有一些股份比较保险？于是说我参与了个试用。这时候慧妮跟我说要嫁进汤妈的当媳妇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会什么没办法？我把礼貌忘记了。